你一路以来的所求，被真正的至深之处所存护的秘密，第十三律者的所在，你拥有前往那里的资格。这里是一切美好的体现。 他们每个人眼中的我，都是真正的我，却又不是最完整的我。我会慢慢告诉你第十三律者艾丽西亚的一切。放轻松，在这里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 将身心交付于我，于痛苦中洗礼心智，醒觉吧！尽情悔悟，于消亡之时，此刻如黄金般闪耀，星光闪耀。 待画上休止符。